我们看到这黄色小鸭呢，就要在今天西半同行回归港都。为了欢迎这一位阔别十年的嘉宾，不少饭店是特别准备了黄色小鸭的点心，迎接黄色商机。面团压出形状，圆滚滚的头，还有翘起尾巴的身体，烘烤出炉后挤上黄色糖霜，眼睛、嘴巴还有翅膀装点上去，黄色小鸭夹心饼干又萌又疗愈，造型很立体、很可爱，这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应该都会蛮喜欢。还有这款焦糖海盐慕斯，精致小黄鸭外形加上可爱翘嘴，为了迎接暌违十年到访的黄色小鸭，高雄各饭店卯足全力抢商机，汉来大饭店推出这一系列下午茶甜点组合，要抢攻小鸭迷的荷包。客房的话也是有搭配一些小鸭的这个玩偶，那晚上大家如果留意的话，还可以看到我们整栋大楼都有这个黄色小鸭的投影。而在福华饭店也出现黄色角落，不论是一楼大厅还是橱窗，处处都可以看到大大的黄色笑脸。来到这里也赶紧拿出身份证对一下。那如果是姓黄或是姓名里面呢有一阿发音的民众呢，只要在饭店消费满额打卡，就可以兑换黄色马卡龙一颗。入住出示跟黄色小鸭的合照，饭店餐厅用餐都还有优惠。会送肉盘、送甜点，不过诚毅酒店送的更特别，推出住房专案，饭店专属私人游艇直接载你出海，一趟50分钟，不必人挤人，近距离欣赏黄色小鸭。那我们的房客就是入住的时候，也可以搭乘我们的私家游艇，可以近距离的与黄色小鸭来做欣赏跟一个互动。各大饭店跟着黄色小鸭走，狂寄优惠来吸引客人。记者叶宏荣、黄一富高雄报道。